这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它的设计和建造意在千秋万代永固河山。长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物，恐怕在世界上也找不到第二个，因为它修了几千年，实际上它是一种对和平的一种渴望。我们从来不去欺负谁，不会侵略谁，但是你谁来我们也不怕，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这么一种追求。你不知道的万里长城，很多人认为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文物部门重新认定了辽宁丹东市的虎山长城才是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经过北京、河北、天津、山西、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